有，因为惊你半暝啊爬起来哭，家己人地心肝头，予你对人生袂阁茫渺渺。我要家己人条条，毋免惊惊惊惊笑。世事予人想袂晓，需要一个金甲头。我要甲你人条条，予我陪你手扛条。心事就无了了，我要甲你人条条，予你袂惊袂孤孝，往事放乎脚，人生换才有梦，予我陪你渡难关。书包好看，人生啊才有梦，予我甲你人安安。阿瑟、钟颖，甲你念条条温暖的歌，大家拢知影。但是温暖的物件要刺入别人的心，很困难。免干那表面上看起来是个暖男，但是你的歌声一入心，迄才是重点。今日你已经做到这点了，你做到了，你做到了那个温柔、那个温暖、那个入心的感觉。是因为你两遍的副歌，你的副歌唱的唱腔的那个哭音不太一样，是因为你的情绪起伏堆叠有层次，这就是叫做细节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有吗？我哪听不出来？干不是差不多？你如果再细腻的听，你才会知道说他真的唱的不一样。所以看播出的人，如果用心听、用心看，会知道。咖喱蓝调调，你唱的真的很好，加油！